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呢，所谓超车三宝的影片啊，一辆机车先是穿越了双黄线，超车过砂石车，后方骑士加速也想要超车，但是速度太慢，弯不回车道，不慎撞到路障，摔车跌倒。没有想到他的同行友人骑车来帮忙，后座女乘客直接用这个青蛙跳直接跳车，这非常诡异的摔车动作啊，还有这个网友巧妙搭配超级马里奥的配乐啊，引起讨论。我们来看看。画面上一台机车惊险钻过前方砂石车，后方紧跟的骑士也想跟着钻，油门一催，结果技术不如人，整台机车一连冲撞了好几根分隔杆，连人带车摔起来，人翻滚了好几圈。但幸好人摔在另外一边，没被砂石车碾过，没有事。但后面这一幕可让网友好傻眼。下车就下车，后方女子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，突然青蛙跳，双膝跪地，要替刚刚摔车的同伴捡东西，画面超诡异，尤其网友还搭配起了配乐来。熟悉的噔噔噔噔噔，就是风靡一时的玛丽兄弟啦。摔车动作搭配着配乐，一举一动配合的刚刚好。网友创意也让这摔车影片爆红起来。不过幸好摔车的、跳车的两个人都没事。记者翻过去，李湘颖桃园报道。